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如果要请您对朋友啊下一个定义啊，不晓得您会怎么样下啊，也许有一些人会讲说，朋友啊就是常常会跟我借钱的那个是朋友，这显然只是以偏概全啊。那亚里士多德讲的这个层次很高，他说朋友是什么，就是一个灵魂啊既在不同的躯壳上面啊，两个不同的这个躯体上面，但是他拥有同一个灵魂呢、啊，哎，这个叫做朋友。我确实啊，好像意境很高。不过一般人大概想到朋友啊，比较单纯一点，想到周华健的这个朋友的歌啊，好像一句话啊，这个一辈子啊，然后一生情啊，一杯酒，这个朗朗上口。不过我想，朋友大概最重要就是有共同经验。那么共同历练过一些事情以后所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去演进未来很多的一个发展啊，所以一定要有共同的一个基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过去啊譬如说诗词里面大概有可以提到说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君问归期未有期啊，巴山夜雨涨秋池啊。君问归期，这个君呢、啊、也可以解释成是太太或者是这个远在他乡的这个未婚妻也好，他问你什么时候要回来呢？只是因为这个地方啊，巴山夜雨啊，涨秋池啊，这个下了水啊，下了雨啊，所以这个水涨高的关系啊，所以造成道路啊不通啊，所以没办法回去啊。可是以后就会讲说这个何当共剪西窗除啊，却话巴山夜雨时啊，哎，就是说等到哪一天我回去以后啊，我就可以跟你啊好好的聊聊，共剪西窗除啊，那把这时候巴山夜雨在这个地方造成的一个状况好好跟你聊一聊啊。这个当然讲太太或者是未婚妻也可以，不过这个又讲朋友似乎也可以讲得过去啊。好，共剪西窗除啊，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很有他的道理在。古人啊，你看看要聊很久的时候啊，这个烛光啊，它慢慢的灯芯啊就会往下垂，所以你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就是要把它剪，一剪以后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啊，重新再放光明。所以要共剪西窗烛的意思就是我们会聊很久，好多好多的事情可以谈的、啊、久别啊，那份的一个这种温馨啊，好多事情要跟这个好朋友来分享，所以会花很多的一个时间了、啊、所以古人那种意境似乎也不错、啊、哎，现在你如果需要长一点时间，也许可以把灯关掉，点个蜡烛，然后旁边放个剪刀，看你能剪多久啊。这时代还是不太相同，因为这个晚上的这个光打光的灯光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改变人类非常非常多啊。现代人熬夜恐怕要怪咎在现代日光灯的一个发明，爱迪生要负很大的责任啊。不过不要砍脱啊，你自己没有好好作息是你自己该负的责任啊。不过从画作里面我们请大家看一个灯啊，这个灯您有看到吗？有啊，这个就是灯啊，这个街灯啊，蓝色的街灯啊，是吗？好像也是啊，所以不只是台湾有这个歌曲，这个在法国，这是1877年的作品啊，卡玉伯特，法国的一位画家，他画的，把当时的一个生活状况啊，似乎一下子啊凝聚聚焦在一个这样子静态的画面，可是他又充满着动感。你看这个人走，这似乎你可以感觉他就在走，然后这样的一个水光啊，就是下雨嘛，水光可以反映出那时候的天气的一个状况，带着雨伞的这么多的一个绅士淑女啊，可以看得到。所以把当时那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啊，穿的衣着啊，人们的打扮啊等等，都可以非常聚焦呈现出来。但是它很重要一点，它就利用这一个灯啊，把这个画面啊分成这个前景，这是前景，所以这主角前景似乎人以外，雨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角。所以这幅画也可以当这个雨伞的这个广告，是蛮合适的。然后这个之后是属于它的一个比较
中景或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少用一个特别在这个地方弄一个这么样唐突的一个东西啊，很特殊啊。我们如果追究这个历史的时候，这是因为画的时间是1877年，这是什么灯啊？这是煤气灯啊。所以煤气灯下那时候还没白天呢、啊、所以还没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场景啊。在早期啊，大概19世纪之前啊，这个要点灯啊，在晚上啊，在街道上面很困难，火把不能烧多久。好，你放一点这个油啊，蜡烛啦、啊，或者是用一些什么植物油啦、啊，或者甚至于精油啊，就是那个鲸鱼的油啊，甚至于是蜜蜂的巢的那个油脂提炼出来的，那个都是常常就要去补充啊。到19世纪才开始用煤里面提炼出煤油啊，所以这个是煤气灯。是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它可以维持那个光明产生出那样子的活动出来。好，煤气啊，我们跟大家谈到一个气啊，这个气啊，这产生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我们从这个 X 光片大概读不出来，但是你可以读得出来，这病人心脏是很扩大的这个状况啊，正常大概是一半不到，他这个已经是远超过一半的一个状况啊。一个七八十岁的一个妇女啊，她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而且因为关节痛的关系啊，常常吃一些黑药丸，这里面当然就有类固醇的一个成分啊，所以这个身体的一个体质是非常本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形啊。那有一天家人发现不对，神志发生问题啊。神志发生问题，再赶快给他送到医院来。那大家想说，神志发生问题，那是不是中风啦？是不是这样的状况？不是，这是感染，有气在那个地方。气在哪里啊？我们看这个电脑断层里面，请大家看一下，这一边是比较正常的，这个皮肤皮下的这个脂肪啊，这里可以看到这边有肿大的这个状况。肿大的状况在脸部的比较靠近下巴，这个是下颌骨的这个位置啊。我们再往底下看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些地方都是很有明显的肿胀的这个情形，所以这个位置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跟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吃东西的食道，这是我们的呼吸道，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会影响的一个范围肿大，旁边也跟着肿大的结果，就会压迫到后面的呼吸道的这个状况，而产生出临床上呼吸困难的一个状况，所以它呼吸困难还有。这个神志不清啊，原来的一个问题，通通都是感染所造成的。所以可以看得到这一边呢、啊，肿胀，这是从正面看，这边比较正常，这个是呼吸道的情形，这边都整个这样子、啊、胀大起来，那这个就是局部感染所引起，而这个感染因为它本身抵抗力不好，所以造成了相当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局部的压迫。送到急诊来的时候，给他测一下血氧浓度偏低啊，然后呼吸的声音呢、啊？可以听得非常清楚啊，就意思就是我们正常呼吸的时候，除非你很喘的时候，我们听不太出来。他可以听得到那种喘息声，就是好像那个气体要经过是很困难的一个状况啊。赶快，急诊的医师给他插一个这个气管插管，帮忙他呼吸以后，找出他病因了，知道这是一个感染了。脖子的深部感染了、啊，那赶快把这个抗生素啊，还有局部要给它清创，把这个附近啊溃烂的组织还有这个气体这些东西啊，让它有一些空间啊，可以跑出来以后，然后再用抗生素给它治疗，才能得到缓解的这个状况啊。这是另外一个病人，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在这里一样，就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肿胀造成的这个影响。刚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例啊，是在这个地方肿胀，然后它。往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来，那么会影响到是我们这个气管这个位置啊。但是呢，如果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些什么太多的阻隔啊，如果这个发炎发现得更晚了，然后它就会一路往下的结果就到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脏中这个生命潮汐的中枢这个地方来，心脏附近的纵隔腔这个地方来，引起的发炎的话，这个是会致命的。所以你看看，只是简单的这样子，它表现方式，大家想这么严重的细菌感染，它一定有发烧吧？没有烧啊。所以如果说常用一些这类的这个类固醇这样的一个药物啊，黑药丸这样的情形啊，这个发炎反应啊，它会被抑制下来，所以表现的情形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绝对要对细微的事情呢多加用心。来，你们收看，我们再会。